家好，我是阿珍。今日我要探索一条教导我圣约道路的路径。圣约是我们对天父的承诺，圣约道路会带我们回到祂身边，想跟我一起可？由哪里开始呢？我想我应该行这里。水？为什么条路带我来水边呢？开始。大家好，我是安东尼，他是爱丽丝。欢迎大家，今天我们会讲下圣约和承诺。你知不知道我们几时第一次立约啊？哦，我知道，是我们受洗那阵。啱啦，洗礼是一项带有圣约的教义，由圣职权柄执行的洗礼是教义，而我们承诺要侍奉神和遵守诫命就是圣约。而家我明啦，当我哋接受洗礼，嗰、那个系教义，而承诺会跟从耶稣就系圣约。耶稣系我哋要效法嘅完美榜样，或者要变得善于跟从耶稣嘅最好方法就系每日练习。你想唔想更了解洗礼呢？一齐睇下就嚟洗礼嘅苏菲亚嘅故事啦。上落彩虹桥，安全着陆。喂，艾娃，睇住啊！喂，我系特登咁做噶，好型啊！型啊你！我忽然醒起，三日后，又或者系四日，我谂系三日，我就要洗礼啦。你嚟唔嚟啊？洗礼？咩嚟噶？我会穿着条好靓嘅裙翻教会，我啲屋企人全部喺晒入边，然后我会行入水道，我爸爸都会，然后我会沉落水道，然后会有圣灵，听落好正咧。灵，你点解要咁做啊？因为我已经八岁啦。我谂我唔系好明白。我仲以为解释得唔错，对唔住，我要走啦，因为我要。拜拜，苏菲亚。你做咗翻？伊兹，当年有冇朋友嚟睇你受洗啊？有啊，做咩啊？我邀请了艾娃，但当他问我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解释得好好。重要时刻不知道说什么呢？我也是这样的。我们谈谈吧。洗礼是一种你向天父表明你愿意跟从耶稣的方式。我知道，我等不及了。当我们这样做，就是作出承诺。这个承诺叫做圣约。是啊，我整天都作出承诺的。我今日喺学校都有，你小息之后还翻俾我，好冇？我应承你。但系圣约有啲唔同，系一种双向嘅承诺，两个人对彼此作出承诺。好似琴晚咁，妈咪，咩事啊？有冇甜品啊？你饮晒啲汤就有啦。你保证？我保证，如果你应承饮晒啲汤，然后将啲碗碟摆落星盘度。好啊。为了朱古力蛋糕，没错，但不只是这样。天父制定协议的条件就好像规则一样，如果你承诺侍奉神和遵守祂的诫命，祂就承诺会赐祂的灵给我们。我同意做天父所说的一切，如果我这样做，祂会赐圣灵给我。没错。哇，你解释得还好过我。
Hi, Sophia。喂，两日后或者三日后，我谂系两日后啊，我就洗礼啦。你嚟唔嚟啊？我仲系唔明你点解要咁做喎。哦，因为我要同神订立啊圣约，就好似协议咁。如果我服从天父，佢承诺会祝福我。你咁做系为咗获得祝福啊？系啊，佢承诺会同我一齐，咁做系啱嘅，因为耶稣都系咁做。我好想好似佢咁，咁你嚟唔嚟啊？好啊，我问下妈咪先。完咗，话唔定可以嚟我屋企食点心，但系我唔应该知噶。你中唔中意啊？嗯，好好啊，超型啊咧！我觉得好窝心同快乐。我知系圣灵话俾我知，我做咗个好选择。好多谢你嚟啊！我中意你条裙啊！我都系，我都中意你条裙。多谢。你睇。What？Hi， 阿希利。佢系我朋友艾娃，艾娃佢系艾希利，佢都好型噶。苏菲亚邀请佢朋友艾娃嘅过程真系太型啦！我想快啲洗礼啊！我好中意喺初级会唱嗰首讲耶稣洗礼嘅歌，同我哋一齐唱啦！我明白了，水象征着洗礼，圣约道路上第一步就是接受洗礼，跟耶稣一样。当耶稣说来跟从我，意思是去做他会做的事。我们都可以透过接受洗礼和承诺，愿意承受他的名，一直记得他和遵守他的诫命来跟从他。咦，是萤火，看落好重要。水，然后是火，水代表洗礼，那火呢？或者经文可以帮到我？受水的洗礼，
然后受火和圣灵的洗礼。洗完礼，我们获得圣灵恩赐，就好像火咁，它会照亮道路，同埋在我们悔改嗰阵净化我们。是我的错觉，定是条路真的光了啊？快点看看会带我去哪里。圣灵是灵体，是神祖的一员。受洗前，他向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说我们知耶稣爱我们，还有我们应该跟从他。洗礼之后就被证实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和接受圣灵恩赐。意思是圣灵可以一直和我们一起。但是我怎知道圣灵何时和我一起呢？大家好，他是占心会长，总会初级会会长。嗨，占心会长。好开心和你们一起，这个是个好问题。圣灵会指引我们，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安慰我们，和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警告我们。圣灵可以保护我们。他会不会说话的？不知道我有没有听过他说话呢？圣灵有时会用微小的声音和你说话，可能是你脑海里面一个想法，通常是快乐或者平安的感觉。这种平安的感觉令我们知道某些事是真实或者是好的。圣灵有时会令我们有不安或者警惕的感觉，去警告我们，提示我们采取行动保护我们。你说的东西帮到我感受和聆听圣灵。我们有另一位特别嘉宾在手工艺室等着教我们用有趣的方式去分享有关圣灵的经验。拜拜各位朋友。拜拜。拜拜。嗨，安东尼。嗨，奥利斯。嗨。我叫阿斌，我喜欢画图画来到讲故事的。今天我们要整一本日记来到写低我们曾经感受到圣灵的经验。想不想一起整啊？好啊。太好了，你只需要一些纸和可以画画的笔，用什么尺寸的纸都可以。第一步是拿起你张纸，然后将它对接，就好像这样了。好简单啫，跟住点啊？攞可以画图画嘅笔，铅笔、蜡笔或者原子笔去装饰封面。我会画日落，日落令到我谂起圣灵，因为啲颜色好温暖。首先，我哋要画啲水，先喺底部从左到右穿个中间画一条线，然之后画几条线。当做倒影，我哋亦会画一啲海浪。跟住我哋会画一啲云，日落嘅云系橙色或者粉红色嘅，云底系平嘅，所以我哋画两条线做云底，然后好似咁样画出云顶。跟住我哋要画太阳，你可以揀黄色或者橙色。有时日落嘅太阳系橙色嘅，我就会用黄色啦。你要画个好似咁嘅半圆，然后填上颜色。我哋亦都需要阳光，喺最顶度画一条线。再在两边各自画一条线做阳光。现在我们度下在两条线的中间位置画埋剩低的阳光。我们又在这边两条线的中间画埋剩低的阳光。我哋就快完成噶啦，加翻几只雀仔。你可以好似咁样画两个连住嘅半圆，
佢哋系雀仔嘅对翼。你想画几多只雀仔都得噶。好啦，睇下你哋画成点，睇嚟好靓噃。多谢。我哋可以喺日记度画或者写低啲咩故仔嚟到描述我哋感受圣灵嘅经验呢？我会画个灯胆，因为圣灵就好似一道光，令我知道咩系真实嘅。我会画带住微笑嘅心，因为系圣灵俾我嘅感觉。嗰啲都系好好嘅谂法。你哋画紧嘅时候，我会喺日记度写低啲嘢。好了，看看你们画成怎样。哇，画得很漂亮，爱丽丝和安东尼做得非常好。等我将本书填满圣年的故事之后，我想跟朋友和家人分享，或者他们会想起感受到圣灵的时刻。我也是，多谢你来啊。不用客气，多谢陪我一起画画。真是有趣的活动，你会跟谁分享圣灵的故事呢？来看看世界各地小朋友的作品吧。最新状况，我头先好唔顺利，转错弯，俾旧木棘亲，但而家翻返正确嘅道路上，但我觉得自己冇晒力啦。哦，睇下，赖特姊妹，系总会初级会会长团嘅赖特姊妹啊，你喺度做咩啊 ？Hello， 我都学习紧圣约嘅道路啊。多谢，我好后学。好开心有你一起，我一直睇紧儿童指南，同埋读紧经文。我读到呢节经文，救主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呢段经文令你谂起啲乜呢？令我记起每个星期喺教会领受圣餐。我都系。你觉得代表咩呢？我想代表我们在耶稣里获得力量，好像身体在食物里获得力量一样。我也是这么想，圣餐给机会我们去思考耶稣基督和更新我们洗礼那时作出的承诺。面包代表耶稣的身体，水代表耶稣的血，藉着领受圣餐，我们表明会接受救主为我们而死所作出的牺牲。我会更仔细地聆听圣餐祈祷文的每个字，那我就不会忘记。我要继续前进，我好期待跟着会怎样。哇，食物啊，多谢赖特姊妹。多谢你，玩得开心点啦。有时会忘记我答应了要跟从耶稣和遵守天父的诫命，我没有保持善良和诚实，有时我会发怒和自私。我们有时会忘记，但不要放弃。跟从耶稣需要每日练习，就好像学习任何新事物，例如游戏、运动或者弹琴一样。你需要练习。刚才是不是有人在弹琴啊？嗨，波特姊妹，是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的波特姊妹啊。喂，我在这里。嗨，波特姊妹。嗨，你知不知道我刚刚开始学弹琴的时候，只是懂得弹一些简单的歌，还经常弹错。但是
我的父母和老师都帮助我，我就继续学习和练习。想不想听我现在学的歌啊？好啊。好，看看听不听得出。受洗和承诺遵守天父的诫命之后，你都会犯错，而且很难做得完美。但我们可以向天父祈祷，请求祂宽恕，帮助我们改变。就好像练琴一样，我们必须练习遵守圣约。我们每星期领受圣餐、悔改和重新订立洗礼圣约都是很重要的。咁做会帮助我哋持续接受圣灵，变得更似耶稣。跟从耶稣真正嘅意义系咩咧？我点知道自己系咪做得啱咧？经文教导我哋耶稣嘅心平，我哋知道佢爱天父同我哋每一个人。耶稣遵守诫命，仁慈，有耐性，又乐于助人。我哋接受洗礼嗰阵都承诺要咁做。我想起其中一首最喜欢的初级会诗歌《他差遣爱子》。我识那首歌。How could the Father tell the world of love and多谢波特姊妹，各位朋友，多谢你哋俾我拜访。记住，你哋喺圣约道路上并唔孤单。我哋会，拜拜，拜拜。今日我哋学到翻去天父身边嘅圣约道路上三个重要嘅步骤。首先，我哋可以受洗同每星期领受圣餐。第二，我哋可以接受同聆听圣灵。同第三，我哋可以每星期领受圣餐、悔改、更新洗礼圣约，同埋继续接受圣灵恩赐。又系我啊！今日你哋都学到美好嘅课程，你哋同天父所立嘅圣约同承诺会祝福你哋同你哋嘅家人同朋友。我想你们知道天父爱你们，祂派你来地球是有特别目的的。就算生活变得艰难，只要你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就会蒙福，获得力量留在圣约道路上。
当你订立圣约同跟从耶稣基督嗰阵，你可以爱人、为人服务，同令佢哋记起天父都爱佢哋。占心会长，多谢你嘅分享。系啊，多谢你再翻嚟探我哋。我中意同你哋倾偈，拜拜，拜拜。感谢你哋同我哋一齐学习更多有关圣约道路上嘅应许同祝福。记得用圣灵嘅经验填满你嘅日记，仲有同其他人分享。下次见啦。好似呢条路咁，留喺圣约道路上系要付出努力噶。哇！但好值得，好靓啊！好想俾你睇下，跟住会点？